我们今天呢，要为各位同军伙伴介绍一个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主题哦，就是 Kuduhong 他在七月份的一个主题，邀请到刘友为团长来为各位同军伙伴上一堂21世纪美国同军募章制度。那友为团长呢，他是美华同军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是圣荷西县的理事会的委员。那接下来今天的主题呢，在一开始先为您播放这个友为团长介绍关于21世纪美国同军的募章制度，我们一起来收听。各位现在看到的影片啊，其实是一年多以前2014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三次华语募章训练的一些活动照片。那么今天跟各位能有这个机会来做报告，其实都是那个苏团长惹的祸，他临时叫我来，然后我根本没有带什么资料回来，所以啊，讲的可能不是很周全，那希望让大家不会认为说空跑一趟。那么，可是要叫我在一个钟头以内50分钟啊，要讲很多东西的话，我想也一定是挂一漏万。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很跟各位抱歉。那么，我首先要讲的就是那个美国其实跟这边的训练的制度有点差别，我们并没有所谓的目击训练。我们最基本的一些训练给成人的就是委员会的那个团委员的讲习，然后另外有两个基本训练，一个是一天的在室内举行的，我们叫它就是不管是童军或者幼童军的一些基本训练。那那个东西呢，是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童军团的架构跟他们一些术语。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户外的这种童军技能，那么那个需要大概是2天左右，一个周末，礼拜五上去，礼拜天回家，所以2天半的时间。那这样子，我们并不把它叫做目击训练，就算你完成了，也没有这个2颗木章可以拿。所以我是觉得你们非常幸运。我们要拿到这个2颗木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Wubadge 的 course， 这个木章训练。木章训练各位都知道是在1919年在英国第一次举行的话，那然后后来在美国当然也就比照办理。我们最后一次修订课程用了很久，大概1970几年开始，一直用到1999年。这20多年里面，我们用的都是同一套课程。那这个课程里面呢，包括两个大部分，一个是就是 leadership， 怎么样做领导统御的训练；另外一部分跟各位一样是做了很多这种户外就是童军技能的训练，包括看星星啊、生火啊、煮饭啊，这些东西通都有。我是参加的是1998年的，所以基本上已经快要到最后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在美国童军总会里面已经开始了几年的一个 project， 他们就是要因为这个时代的变更，然后有很多工具、很多理论、很多当时我们受训的时候就是一个挂图，就是要翻那个大白纸，翻着写，然后有时候就预先把它做好。但后来的话，各位知道这个电脑非常的普遍，然后电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使用。那尤其是那个大家在那个各个公司里面，他们需要公司能够成长，团队能够合作，能够有更多的那个效率期间，所以他们也举办了很多的课程。所以童军总会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因素之下呢，他们就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引用了很多他们认为说能够带动这个童军活动往一个新的里程的一个，就做了这么一个训练，就叫做他们把它定名叫做21世纪的募章训练。那么在就是2000年之前，他们设计好了所有的课程标准、课程的这个进度，然后他们甚至于请这个很多的有经验的伙伴，他们去参加这个在不同地方的这个训练，然后他们在这个之后发现说，当然也做了很多的改进，然后他们就在2001年推出来这个新的募章训练课程。新的募章训练课程基本上是把所有户外的求生技能、童军技能通通拿掉了。那它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有分组讨论，有这个全团一起来上课，就是一团大概是48个人为上限。他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团队一起上课的时候，讲到的都是领导统御，还有就是这个很多这种领导的这种理论，以及实际上的一些操作。等一下我会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课程标准的一些内容哈。那么
在2013年开始，因为已经试用了很多次，然后在课程的安排，它有6天的课程，6天的安排，然后又加了很多的因素，一直到2013年，他最后加了一个因素，到那个时候他就说好了，改的已经改了，已经够了，所以他就把那个21世纪的字样拿掉了，他现在改成就是叫做 U Badge Training Course。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呢，从2002年开始，就是大家去受这个新的墓葬训练，大概总共有200多个家长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带动了从军运动的一个快速的蓬勃发展。那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了美华从军协会，那到现在为止，大大小小不管是幼童军、童军、探索童军，甚至于女童军呢，我们把它也算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一家人里面，我们大概有20几个团体在那里。那现在我就想直接进入到墓葬课程的简介方面。第一个，我们参加的资格啊，参加资格是只要你年满18岁就可以参加。那么你要参加之前必须要上过两个课，至少要上过两个课，一个就是把这个叫做youth protection， 就是怎么样不要让小孩子受到那些各种各样的侵害，这个是只要你要注册在美国BSA 里面的话，你一定要上的一个课，所以这个是不用讲的，大家都有这个资格。第二个就是，或者是你是，假如你是团委员的话，你就要到团委员那边有个课，叫做 Committee Challenge 那个课。那如果你不是团委员的话，你要做服务员，你要做团长的话，你就是参加那个所谓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 Indoor 跟 Outdoor 两个不同的 Session。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都去，因为这样子的话，就算你是一个家长，你可以了解到你童军团长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对你的小孩，为什么这样子跟你的小孩沟通，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造成童军团里面没有任何的语言的隔阂跟理念上的这个差别。好，那么我再往下，那个接下来我们讲那个课程啊，课程的那个它有各种形式，我刚刚介绍过它有不同的上课的方式，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活动，它包括童军团的团级会、小队会议，还有那个小队长联席会议跟野营活动等等哈。那当然也会包括了你参加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童军的身份，然后所有的对职员都是一个成人，所以你就在那里就会有很多跟成人沟通的机会。我想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因为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美国童军团的组织跟他们的运作方式，不然的话各位可能会奇怪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童军团就是我们是以这个 Boy Scout 的12岁以上到18岁啊这个年龄层来讲的话，童军团它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由家长来负责，家长负责的叫做团务委员会 Committee。那么我们希望每一家至少有一位家长来参加这个运作，我们会给你按照你的兴趣时间或者是专长，然后来做不同的分配，所以就有什么活动啊、露营啊、装备啊或者是财务啊各种方面，这个跟各位大家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另外一部分呢是也是家长，他们有一个头叫做团长啊，就 Scout Master。Scout Master 他是直接跟青少年接触的，那他要负责青少年的所有的长成，所以在这个5、6年当中，假如这个小孩子在这团里5、6年中，这个团长其实对他的影响是最大。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团长一个人没办法照顾到那么多的小孩子，所以说呢，我们就有这个服务员或者叫做副团长，叫 Assistant Scout Master。这大人的部分啊，那我们当然要这个有大人的这种特别的训练，有他们专用的手册等等的。我们现在再来讲这个青少年部分，青少年部分呢就是童军活动它是以一个大前提叫做青少年来领导，然后成人辅导。它这个大前提呢，有的人他就会把它简称为 boy led， 就说只是小孩子去领导，那大人就在旁边看，等着看你出错，然后他才来出来说啊，你看你这件事情搞砸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再给你一个机会，是吧？那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呢，这个 boy led 的这个观念呢，是说你要在旁边看着他，辅导他，从他开始构思，负责一个活动开始，比如一个露营或者是一个这个 code honor 怎么说，荣誉亭。
那这些都是小孩子去计划邀请谁，谁颁奖，这些流程，这些时间的控制等等。那么这些在你看到他开始这个动作之前，这同时你就要开始跟他一起走，你不要等他把事情搞砸了你才说你看你真糟糕。那么小孩子他们本身呢是有一个连队长，然后连队长底下有一些干部，他们的干部包括小队辅啊，训练员啊，总务啊，文书啊，甚至有这个现在有网络的时代，还有一个网管员啊，就是 network 那个website 的负责人。那么再加上所有的小队长，这个东西叫做小队长联席会议 PLC Patrol Leader Conference。 PLC 每个月活动一次，他们要开会来决定每个月他们活动主题。活动主题譬如说我们要去露营，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小孩子各个年龄层的小孩子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要在团集会的时候训练他们，要告诉他们，那在小队会议的时候他们再去练习。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些 PLC 这个小队长联席会议，他们要负责教导所需要的技能，要收集资料，要练习，要预备活动的所需，要知道怎么样在小队里面详细的分工，然后实施检讨成败，然后更重要的他们要累计并且传承这经验，预防或者避免错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提升自己跟团队的能力，向上挑战，然后创造更大的乐趣跟成功。这个是 BSA 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设计，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套设计的。这个设计表示说团长并不需要什么事情事必躬亲，那么他只要在旁边是协助提醒建议，他的对象只是那个连队长，那其他的服务员，其他的副团长的话，他可以帮助其他的小孩子或者他的小队的小队长。这样子一来哈，青少年的成长其实是就可以反映他在他们的晋级上面，晋级不是一群人一起进的，而是个人按照他们个人的表现，按照个人他们的有时候是他们的自己的企图心，他们的意志力，或者说他们是不是还有学校，在学校里面有参加其他的社团，他们有时间够不够，这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你不能够说 push 说小孩子说你今天一定要到这个阶段，你下个月一定要做到那个阶段。那同样的，我们也不接受家长要求说我的小孩已经十年级了，怎么别人都已经高级童军了，我们的还在中级还是或者初级呢？那你这个是不是要该做些什么事情？不是，不是的，我们不管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句话哈，在 BSA 里面叫做 Every Scout deserve 一个，至少一个啊，受过训练的 Adult Leader。 那 我想请问各位，这些 Adult Leader 受的是什么训，他们受了什么训才够这个资格来带这些小孩子？有答案吗？要受什么训，这些大人才够资格来带领这些小孩子，帮助这些小孩子 ？Ubage training 哈，所以我们认为说 Ubage training 其实不是告诉你说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用指北针，而是最重要的是要帮助这个青少年，他们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做法。OK， 虽然他们的步调也许不一样，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其实方向是一致的。那这样子的话，不只是小孩子，甚至于家长也是希望他们有这样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齐心协力往一个目标前进。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团长不用每次都来，哎，有的时候他甚至于可以请副团长带领一下。哎，我今天这个团集会我有事，你可不可以带一下？小孩子本身已经知道怎么去 run 这个东西了，怎么去开他们的团集会了，该做些什么事了，他们已经都安排好了。有哪一个人当然在旁边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我甚至有时候开玩笑，那些年轻的团长可以去结婚，可以去度蜜月。好，虽然团长是全团青少年的这个精神领袖，但是他不是代表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系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现在把这个美国童军总会对于这个童军活动的这个 mission， 就是他承担的使命，介绍给大家。他的使命是说，他要帮助小孩子借着童军誓言跟童军的规律这两个东西，把医生可以受用的价值观深植在青少年的心中，这样子他们的人生有所依循，然后时常可以做出合乎伦理道德的抉择，而不会误入歧途。这个是我的很蹩脚的翻译啊，不过就是这样子，各位参考一下。好，现在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新课程的特点了。
新课程啊，我刚刚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课程刚刚讲过有六天的时间需要，你可以在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主持人他可以决定是他要一连六天，或者是分两个周末，每次三天。每次三天的话有比较好处，就是说学员只要请两天假，请两个礼拜五的假就好了。然后他的性质啊，跟这边的木桩训练很大一个不同是说，新的里面我们是包括幼童军、童军科和探索童军三种活动，我们都所有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成人都可以来做，因为它是把这个东西整个融合在一起了。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跟大家很简单介绍一下，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前两三个钟头你是幼童军的一份子 ，OK， 所以那些人都是幼童军的这个领导者。然后过不了多久，吃了一个饭，然后就我们叫做 bridging。就过去变成童军的，这以后五天多里面你都是童军，到最后一天你又看到说我们把这个环境又改成叫做这个探索童军，就是14岁到21岁这个阶段里面。那所以说你就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你带小孩的目标、原则、方法其实是很类似的。那个形式方面，我们刚刚讲过有全坛的讲习，大家都坐在一个大的厅里面听某人来讲，那或者是我们把它分成小队，用小队的方式来讲，然后随时就加入小队里面学员的这个讨论跟分享。那当然我们还有小组竞赛，我们也会要求小队做一些服务。那么主题刚刚提过了，就是领导理论跟那个工具，有些工具我待会可以介绍一下。下一个我们就说第一周，第一周里面呢其实很忙很忙，大家这个简直被那个一会吹哨的集合，一会吹号集合，非常的忙碌，因为他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这三天里面全部给你们。然后到第四天的第二周，就是第四天开始的时候，慢慢的这些领导者，这些本来在旁边辅导学员的这些人都慢慢退后了，退后到他们可以让他们小组开始要发挥作用。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所以第一周的话，这三天我们就是有授课，有各种的这个仪式，有团体会，有小队会议，甚至我们要让大家学到说怎么样来开小组长练习会议，里面怎么讨论，怎么样做决定，大人的角色是怎么样都有。那第二周开始呢，还是有一些课程要上，但是其实呢就开始要做一些这个环保的工程，譬如把营地整理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小组的专题报告，我们会给小组一个专题，让他们站在一起，然后研讨一些他们的结论，然后到时候跟大家来分享。最后当然就是一个高潮点，就是那个他们有一个 hiking， 一个背着背包走到某一个地方，可能要走一两个小时，然后在那边扎营，在那边所有这些大人全部都撤回来了，让他们就在那边自己煮饭，自己安排他们的活动，甚至于晚上有个萤火会。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就第六天早上回来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将近结束了。那我们会在第六天里面有一些做这个结论的一些课程，其他的活动就不在这边讲了哈。好，我们现在要特别提到，就是帮助这些小队员，就是学员的，我们每一个小队配给他们一个小队辅 troop guide。 troop guide 他其实在每一天不同的情况，按照阶段的话，他们其实是有不同的角色在扮演的，然后他们采取跟学员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的策略呢，也是有点不一样。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再提出来。最后，当这个学员们要离开之前呢，他们要定下五个目标，他们要去完成，这是所谓的他们的承诺。这个是已经大大的打折扣了哈，在2000年之前，每个人要做9项承诺。然后你只有2年的时间，这个承诺呢是由小队辅跟他一对一的，不经过别人的，甚至于那个课程的这个课的主持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来跟他沟通，跟他说哦，你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东西，总有一项打动你，总有一项你觉得说你可以应用出来，那么我们就以这一项来找一个什么实际上的事情来让你做。那这就是有这个5项的个来由，所以它是千变万化的。好，我实在是很希望跟各位讲的更多哈，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欢迎各位来参加美国的木桩训练。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了不造成各位的困扰，我们可以下次举办这种中文班的时候啊，就是用中文上课、中文研讨、中文的初概的时候，请你们过来好吗？有没有人有兴趣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我看看？哎呀，马上就成立一班了，全部被你们占了。
我们现在再讲一个严肃一点的哈，我们讲这个课程的五大主题。第一个是这个活化价值观，这个是我翻译的非常不好，请各位看那个英文部分啊 ，Living the values， 因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对它有一个结合，对不对？一定要对它认为说我这个做的事情很值得，值得花了我的心思，值得花我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我们让各位说。知道说在 BSA 就是在美国童军总会，他们对 Scouting 这个 program， 他们是把这个愿景把这个价值观是看成什么东西，那是不是跟你的相合？我们希望这个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理念我们的作为是跟这个能够紧紧的密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哈，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弹性。第二个 ，models for the success， 成功的模式，成功的团，在台湾在各地都有很多。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提到这个每一个团队的 establish 的组建，他们怎么进化，怎么样改进，他们彼此之间怎么学习，怎么领导，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迹可循的。我们就希望跟各位介绍这些东西。第三个 ，tools of trade， 我们共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我们这些利器在哪里？我们不能说随便拿一个圆珠笔去挖土，对不对？我们也不能拿一个鼓锤子说我要把这个墙给它敲碎。我们这个利器在哪里？要用到好的地方。所以怎么样解决问题？怎么样拟定一个计划？怎么样清除障碍？讲起来只有四个字，但是我告诉各位，其实每一个大概都是一个小时的课。还有一个就是自我检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实时的反省我们到底哪里做对了，哪里没有做好。最后一个是领导变革，因为旧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了，不适合这个年代。当你还要用手去抄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电脑把它打出来，用 printer 把它印出来？所以这些工具我们要怎么样的发现它，怎么样的利用它。接下来的话最后一个就是lead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这个就是第六天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两节课，一个叫做 Living the Legacy。 Living the Legacy 我把它翻成留取丹心照汗青，因为你做的事情哈，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行动其实会留下去的，会有对后面有影响。第二个，你不要说这个东西好难好难我做不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啊，对不起啊，我们这有一个课告诉你说 It's in all of us， 我们每个人都行的。我把它翻译成有为者亦若是。好，我现在来跟各位玩一个游戏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可不可以请各位找一个 partner， 找一个伴，一个人是 A， 一个人是 B， 给你们五秒钟 ，A 跟 B， 前后或者左右都可以，你不需要移动，没有关系。好，现在请听好 ，A 跟 B 都决定了哈。好，伙伴 A， 请注意，把你的拳头握起来，一个就好了，不要两个，好累哦。伙伴 B， 请你在30秒之内。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可以试几次不同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手掌打开给你。请伙伴 A 注意，你们的任务是，我没有说，好，30秒开始。停，谢谢。这个代表了什么东西啊？这个代表的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冲突，你要我开，我偏不开，是不是？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在这个课里面会告诉你。我花30秒介绍这个东西哈，团队的成长阶段哈，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4个。这个其实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他们也介绍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请各位看的就是右边这四个。当你在初创期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满腔热血，这个时候呢，为了要大家能够朝到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只能用一个解释跟说明这个方法。大家开始有点头绪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个示范的动作，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大家开始慢慢的跟着你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只要做小小的引导跟修正。第四个，当大家都齐心同步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了，你这个领导者已经可以退到幕后去了。我们这个 EDGE 这四个字母其实也代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当你要介绍一个同军技能或者一个同军的概念的时候，你其实也要用这四个步骤来做。好，这个其实是有两节课。最后我说2013年的时候我们加了一个课程，一个小时的课程，那个课程叫做，他是说我们作为领导者，我其实我们要
存的一个心是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是一个侍奉人，我们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心态来做一个领导者，我们不能够高高在上，所以我们没有权利以一个在威权的地位或者批评的角度来责备或者是命令或者挑剔青少年，我们要做的是另外其他很多的事情，不是恐吓他们、威胁他们、惹恼他们、打击他们。OK， 请各位过来，手全握起来，转这边。好，我们用这个好了，左手嘛哈。刚才是有这个冲突，对不对？伙伴，你好。刚这段呢，要稍微跟同军伙伴解释一下，有位团长进行了一个小游戏，就是两两一组哦。那其中当 A 的伙伴就是把手握紧，把手握拳头握住，然后当 B 的伙伴呢，想尽办法要把 A 的手打开。那在整个测试过程呢，其实是很难搬开的哦，因为 A 会握得很紧，那 B 是打不开的。那最后有位团长呢，请到一个 A 伙伴上去台前，然后把手握紧。在那个时候呢，有位团长顺势伸出左手要跟 A 伙伴握手，那 A 伙伴呢很自然的就是把他握拳头那个手打开跟有位团长握手，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场呢才会很多伙伴一下子就突然开窍，我就了解啊，原来是硬要打开是打不开的哦，是需要利用技巧才能够化解这个紧张的关系。我现在要讲那个结论哈，我的结论是每一项的同情活动里面其实都有它的目的，不管是我们让小孩子去劈柴，让他们去践行，让他们去上课，或者甚至参加比赛，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不能够期望小孩子他们知道其中的教育成分，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了同军活动的好处，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他们的性情，锻炼了他们的体魄，建立了他们的品格，获得了友情，然后跟着他们就其实很自然的具备了引导别人坚毅自己的能力，这就是顽童局的终极目的跟最佳成果，完全合乎我们 BSA 的理念，也就是给青少年正面的影响，让他们可以一生受益。所以贝登堡爵士说 Scouting is a game with a purpose， 空军是玩一个游戏，但是个游戏有它的目的，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反就要有乐趣，所以上 Badge 一样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接下来是第二段的主题，我们邀请到是周伟廷伙伴，他目前是北极星童军团的罗福童军，他要分享的主题是2014年美国幼童军夏令营的服务，我们一起来听他那一年的故事。大家好，我叫周维廷，我现在是就是北极星童军团。那我其实是2014年去参加 ICSP 的伙伴。那我去服务的地方呢是在俄亥俄州，然后那个地方叫 Carboro， 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个非常天真烂漫的，就是幼童军营地。那我们这其实刚刚听到就是各位前辈，然后还有神圣的典礼，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今天就是比较放松，然后让我们来看看就是天真无邪的小朋友跟美国的幼童军是怎么样在活动这样。好，这是我服务的地方。那我服务的期间呢是2014年的6月3号到8月9号，然后地点就是在红红那个地方。其实我服务的地方比较接近下面的就是 Kentucky，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肯德基，对，但我是在俄亥俄州的下面这样。我报告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会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营地，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 program， 然后最后是就是大家就是最期待的萤火。那营地的部分呢，我要一定要先讲一下我住的地方，那还有他们大概分成几个区域，还有我们他们常常活动的一个叫 dining pavilion， 就是他们吃饭啊或雨天备案都在那个地方。那我就着重点介绍这样，因为我时间有点少。这个呢，大家猜一看这是哪？你住的地方。怎么这么厉害？不愧是就是文心大哥，对，就是大家一定会觉得怎么我住这么好，对不对？就是其实，我们幼童军营地啊，就是18岁以下的 staff 都住在下面的小木屋。那一号小木屋传说中就是超级热，然后二号小木屋传说中像冰库，然后呢，18岁以上的全部都住这个，里面很像别墅。然后就是 B1 还有洗衣机跟烘衣机，然后就真的还蛮不错的，这样很像宿舍啦。然后呢，这个叫做 Castle，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我为什么说这营地很梦幻呢？就是这个名地，就是这个叫做 Fort， 就是堡垒嘛，然后那个叫城堡。
这里面都是可以活动、可以住人，就是它有很多的隔间，然后有活动的场地，然后可以上到二楼，还甚至可以去攻占棋子，它就是一个幼童军的天堂。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在搭设一个让小朋友遮阳，因为后面那个是 shooting range， 就是他们会在那边就是射箭这样。然后这是我们搭一个棚子。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搭这个棚子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应该还看不出所以然，那让我们往下看。他们用的是大家可以看得到黑色跟白色的那个嘛，它基本上就是一条，然后是橡皮，就是有弹性的，然后最前面一个很大的珠子。它基本上它的屋顶，它的那个帐篷跟骨架就只是用这个固定。那我那时候其实很惊讶，就是里面其实不乏 Eagle Scout， 可是他们其实固定的方式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是就算是幼童军来他都会。然后其实我那时候问他们说，哎啊你们那就不用什么绳结吗？就是这样真的 OK 吗？然后他们跟我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训练他们的话，你当然是需要，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你要看场合，就是我们现在是幼童军营地，然后我们希望赶快给他们一个就是又坚固，就是我们又坚固然后又可以赶快弄好的一个东西，那基本上这个就够用了，你不用什么都想要就把自己的技能用在上面这样。然后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这样。好，就是成功盖好，然后大家都很开心。里面其实因为这是 Staff Week， 就很多人穿便服，可是里面真的卧虎藏龙，就是各种 Eagle Scout 这样。然后接下来是活动的部分，那活动的部分呢，我会先讲一下我们营地里面会有怎样的 program， 就是因为幼童军营地其实比较不一样，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叫他上山砍柴生火，那你要怎么把技能融入在好玩的东西，其实是一个还蛮难的课题，因为小朋友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不嗨的话就很容易哭，然后一想家就哭，然后一哭就二十个一起哭，然后二十个一起哭，发现我们不到二十个 staff， 然后你就会发现怎么办呢？你就是，对我很想啦，因为我想说我家半个地球之外嘛，那个大家一起哭这样。好，然后接下来这是他们会很，其实他们很尊重就是国旗这件事，这个是他们请我就是教，不是教 staff 哦，当然这一章是教 staff 啦，是教小朋友们如何折我们的国旗。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他们每年都会请一个，就是夏令营辅导员从国际上来的，然后就是教他们折他们的国旗。其实我们的 Dining Pavilion 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国旗，例如说像墨西哥、韩国，就是他们历届的有人都会把国旗放在那边。那我其实很惊讶他们对就是旗子的尊重，因为他们的旗子是很要求一定要同时升上去，就是虽然是小朋友升的，可是他们还是很在意这一点，让我非常之感动。好，接下来这个笑得很开心的是同样就是跟我在就是 Castle 就是工作的伙伴，那他其实好像才15岁，就他其实才刚脱离，就等于是很年轻很年轻的 staff， 有些 camper 可能都因为我们有个叫 challenge camp， 就他不一定是童军的小朋友，都快跟他一样大了，可是呢就是 staff 跟 camper 还是有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好，接下来这是射击场，那很可惜就是因为幼童军营地他只有就是 BB 枪，不过这还是很好玩啦，就是没有体会到真枪这样。好，继续。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怎么讲啊？机械吗？就是这都是手做的。我们会分组比赛。那其实分组比赛前，我很惊讶他们的专业，因为他们会先讲一个故事呢。那个故事大概就是说，哎，这两个是我们 Carboro 的 staff， 我们从仓库里面找出来的。那这个呢，传说中是达文西的作品。你知道达文西就会设计很多就是什么机械啊、艺术啊什么东西。然后呢，所以呢，我们要现在邀请就是在场的各位幼童军来帮我们测试一下这两个东西到底还能不能动。那个其实一个是我啦，对，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明明这么大一只中年小朋友。对，他是用脚控制方向，然后对，然后后面那个要推一下，然后主要也是怕小朋友跌倒了，他可能不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样。这个呢就是大家会很奇怪他全身盖的黑布要干嘛，基本上呢因为是幼童军营地，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有点像 body hunting， 就是我们会叫他去寻宝，那寻宝的过程中呢你就要打败就是反正 Shikong 就是恶势力的头头，然后头头下面有很多个小头头，然后你们要去打败他们，然后获得金币，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例如说The Horde of Badenball， 就是什么贝登堡的号角之类的，就是你们要去收集各式各样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的 staff。
另外一点让我很敬佩的是，他们其实对小朋友的梦想其实非常有保护，因为其实有人就会走过来，有小朋友就会这样走过来，然后指着你说 You are Maddie， 然后他就会看着他说，你知道吗 ？Maddie 那么善良，怎么可能会是他呢？就是 Maddie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就是小朋友再怎么质疑你，都要一副就是我就是学康，就是你不可以让他看出来就是我是 Steph， 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营地。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要给小朋友一个很美好的童年，即使他已经识破了，就是其实这些就是 Steph， 可是我觉得他们敬业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敬佩。然后呢，这比较有趣的是，他们后面有一条溪，这条溪其实就是 Ohio River 的分支。然后这条溪很特别的一点是，好，帮我按赞一下，随手都可以捡到化石。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然后开始跟他说：“哦，这边有什么岩，什么岩，什么岩。”然后在这个岩里面有可能找到化石，你知道小朋友就会疯了，就是每个人都开始哇哇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可以学到说：“哎，怎样的岩层里面可能会有化石？那这些化石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拿台湾的小游戏在骗小孩这样。然后这个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是什么啦。然后呢，我的策略就是，因为我们午餐时间其实 staff 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staff 不是躲去休息哦 ，staff 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你要走去餐厅，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就坐下来，然后开始跟他玩，或者是就是跟家长聊天，就是你的任务就是要确保每一个在营地里面的人都很开心，无时无刻，即使是吃饭的时候。好，接下来这是 step one， 然后接下来 step two， 好，就是他没有被我抓到，对不对？好 ，step three。然后超开心的，我没有想过，就是台湾的小游戏可以让他们这么开心。可是这是我学到的第二课啦，其实就是对小朋友，尤其是幼童军，其实你只要让他觉得有兴趣、有挑战性，然后挑战成功了，他有成就感，他其实就可以很开心。其实你不需要就把自己就是弄得很累，然后他可能也会觉得就不太好玩这样。好，这个是我向营主任要求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边，可能英文也没有人家就是母语的人讲流利，然后，尤其是小朋友就是想家的时候，他原本可能讲话都很正常，可是如果想家的时候就会变成，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都没有办法做得比别人好，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来到这个地方，我的使命就是我要介绍我来自的地方。还有就是我是怎样的童军，然后我们童军制度是怎样，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小活动。那这个地图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就是画的有点好像比例不太对，可是就是对我尽力了，因为那是随手可得的材料，然后我就等于是说画。好，基本上呢，我会把就是每个地方，因为其实小朋友嘛，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问他们说，哎，你觉得我从哪里来？就会跟他们玩，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不知道啊，什么墨西哥吗？因为那时候晒得超黑的，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墨西哥人吗？我说不是，我就说是一个就是 T 开头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 ，Tokyo。然后就很开心看着我，然后我说哦没有，那个是个城市。然后所以我就会开始就是一个一个带他们说，哎，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地方？然后你觉得那个是什么地方？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慢慢了解说，哎，其实我来这个地方附近是什么情况？这样。好，这个是在他们的萤火场，就是 view 其实还蛮不错。然后我就在萤火坑的前面，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这也是就是我会做一些活动，例如说我可能就会请说，哎，那雷就是谁要当日本，然后谁要当美国，然后就用这个来讲一些故事，不然其实很多东西太深的东西跟小朋友讲其实他也听不懂。对，好，这是我很嗨的 staff 们，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在干嘛吗？对，只是在盛饭，然后大家就很嗨，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嗨什么。可是，就通常我们都会有音乐啦，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迪士尼啊什么，就是小孩子的天堂。你就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幼童军，你会想要在怎样的环境？这就是，我真的超推荐，就是希望哪天台湾的幼童军运动就是推广一下，因为我这边感觉比较有可能就是帮我完成这个梦想。这个东西叫 Gaga Ball， 它基本上就是手上躲避球，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小朋友玩的活动，因为它基本上会动的就是手跟脚，然后攻击的都是膝盖以下，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危险。但是大家不会想说不危险就不刺激哦，就是基本上像你看它，就如果被打到脚，它就要自己出去。然后让我另外一个很惊讶的部分是，其实小朋友都超级诚实。就是他可能被打到，他会看你说，哎，我被打到吗？他就说我被打到了，对不对？我说，其实没有。就是他们真的很诚实，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你不用特别去跟他说，哎，你已经被打到了，你给我出来。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然后这是让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点。
那接下来是萤火的部分，这个呢，大家想说这个东西出现在萤火场干嘛？可是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如果我是小朋友，我会非常爱这个讲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个蛋，然后那个我有点忘记是什么，然后上面那个就有点像酋长的，就是手掌。这个都是他们从我刚刚说的寻宝活动里面，就是过关斩将拿回来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仪式。然后像那个其实是我们的就是 program director， 然后他其实就会说，哎，其实我是那个某个学者，然后我是就是贝登堡的子孙，然后呢，我发现就是 Cupboard 里面有神奇的力量，然后我希望你们帮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那把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呢，他就会一个一个把它放进去，当全部放满的时候，他就会拿着那个手杖，然后这样往下一压，然后就会有东西跑出来，就会有那个一个号角浮出来，然后小朋友就很开心啊，然后他就会开始拿出来吹。可是呢，就我所知啦，就是我在两个月里面，他从来没有成功吹响过，就是可能要再练习一下这样。好，好，这个就是对，你知道，就是 step 是很累的，因为平时在小朋友面前都就是很嗨啊，然后就是很开心啊，然后因为你不嗨的话，小朋友其实也会不嗨，就是你不能期望说，就是我就用少少的力，然后随便跟你讲一讲，然后你就很开心，然后很好玩，或者是不要来吵我，就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是真的要很真心的对待每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就是真心对待完，然后休息时间就会变这样，因为就是实在太累了。然后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第一个。就是让我很惊讶的另外一点是，就是基本上 staff 等于万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萤火晚会的时候啊，有时候幼童军啊，他们就会有表演，对不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排了一个萤火节目，是一个小朋友就走过来，他就问他的 scout master 说：“哎，我们等一下活动是什么？”然后他就说 ：“Go to the staff。”然后他就咚咚咚咚咚，然后跑去走，他就跑到后面再跑回来，然后他说 staff 说什么？他就说：“哦 ，Go to another staff。”就是。可是讲到最后，就是其实都是反正他的最后设计就是说，讲到最后都是他自己没有听清楚，因为就是 staff 基本上就是万能，因为 staff 可以告诉你说，哦，等一下萤火在哪里，他可以告诉你说那个 pop machine 就是那个汽水到底有没有开，哪时候会开，他也可以告诉你说，哎，现在现在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中午的行程是怎样，然后我们萤火会怎么样，就是基本上就是万能，或者说，哎，怎么办，我房间没有蜘蛛，我应该找谁？或者是说，哎，我是有小朋友哭了，那我现在要找团长，那团长在哪里？基本上，就算你没有无线电，然后你什么都没办法做，可是当他来问你，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是 staff 的时候，你就很勇敢的跟他说，好，就是 you got me， 然后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然后你就会咚咚咚咚，然后跑去找那个有无线电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再按一下。就是有个东西叫 counselor in training， 然后它是基本上18岁以下，那他们是不给薪的，就是他们是等于是我去被试用，然后你表现出色，你才可以变成真正的 staff。然后那时候营主任就走过来，然后就说：“哎，你觉得什么是专业？”然后我就哈，什么是专业？就很厉害吗？他就说 get paid equals to professional。他说你是被付薪水的，你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最专业的。这是小小的后记，就是其实在那个华盛顿 DC 有一个就是 Scout Monument， 然后那时候看到其实就很开心，这个就是然后就开始回忆营地的很多事，这个是登在团刊上的照片跟文章，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好，这是有奖征答，然后呢我准备小小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一届的布章，然后这个是我设计的。好，等一下，还没我要数一二三，好，来一二三，哎，怎么办？大家觉得谁比较快？那我们再一次好哦，一二三，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快的。Cupboard， 你确定不是 Love World 吗？哦，不是哦，好，那这个布章还给你，谢谢。